据央视政务国防军事报道，近日新疆军区某团举行新装备授装仪式。从现场画面看，新装备系上了大红花，战士们站成方阵，铿锵宣誓。这些新装备都有什么呢？三款 PCL 系列车载炮、155加榴炮、12火和 17A 的组合，他们提供的是精准中远程火力支援。红旗11则提供动对动前沿防控支持。全新一代猛十载具能够随行高机动突击和情报侦察。可以说新疆军区这次大换装，实战化的装备都全了。网友纷纷表示，这20年来解放军的装备真是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。还有人说，就这火力轻轻松松把极端分子扬了。新疆军区战斗力十分强悍，2021年年末，新疆军区某团将部队拉至野外，组织重火器实弹射击训练，高射机枪、重机枪、实式狙击枪等多种装备轮番接受检验。现场指挥员表示，在陌生复杂地域开展实弹射击，是为了在近似实战的环境中锤炼部队、磨练官兵，提高射手的抗压能力与射击水平。装备更新换代，战士们勤奋练功，就是在不断提升保家卫国的钢铁本领。致敬解放军。